家好，我是老姐，你们都应该知道，我对江乡白酒一粒兴趣都没有了。但是在中国待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老外，肯定茅台能接受。我来瑞幸咖啡去拼刺一下他们新出的一个产品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好喝。走吧，我买到了中国最他妈出名的茅台，配上中国超级出名的一个瑞幸咖啡。我操，这个联名我们去试一试是什么味儿。哇，这就是江乡的味儿，我太出奇了。我操，它真的里边你能喝起来它100%是有茅台，也是很结合它咖啡的口味，它就是香咖啡的一个酷关，然后一点点甜都配合的不错，挺有意思。其他的老外要开始喝江乡的口味，从这个就开始就好了。这我不知道，但这个真的是瑞幸和茅台联名出的产品，这挺有意思啊。